讲过你袂听到，路爷我一开嘴，伊讲咱两个人伫遐咧过十三天，还我都有代志，所以我才无讲，你无说。如今我先来反思，我是含冤受苦，我既然被困大仙教，靠经营一点地教你了，我来问你，大人，你怎么有事？你怎么有破过嘞？钱不该嘛不该，你不应该在我的靠近你。我对你讲，千万唔通吃，我都重症去，头颈焦面，一边跛一唱，无牙出面面，明天无起早，爱我十里路见血。红茶我已经讲出嘴了，你要心愿我有
Thank you.
3000万哦！